鹿港有一间连锁的素食业者，是伫个初二举办小麦麦体验营的活动，让小朋友家己亲手来做汉堡，体会家己动手的神奇甲趣味，嘛后来参加的家长以及小朋友拢算甲非常的欢喜。小朋友是家己动手来做这因上爱食的汉堡。这小麦麦体验营为去年就开始举办，成果是非常的好，让小朋友家己做汉堡，嘛来体验一寡工课。增加一寡无同款的生活体验。这个小麦麦体验营啊，从去年开始就开始举办，主要呢是要让小朋友体验说，我们就是上班人的那个体验一下做汉堡啊，还有我们平常上班都在做什么，也要让小朋友学习就是主动性，可能也可以帮忙在家里擦个桌子，做个垃圾分类，这样子也能帮爸爸妈妈的忙，这样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体验这样。小朋友每一个是拢耍甲真欢喜，第一次做汉堡是互因感觉真新奇。今天做的汉堡好好吃，来这边做汉堡，来这边好吗？家长讲这个活动真好，和小朋友一寡无同款的体验。让他们可以自己去体验自己做汉堡啊，对，就不一样体验，就是亲子同乐这样，小朋友可以学习，然后做家长的也可以，就是跟孩子一起互动这样。从游戏中学习，对，小朋友对麦当劳应该是有一个很憧憬的，对，然后让他们觉得可以来这样子，就是参加这样的活动，让他们自己有深陷在里面有体验的感觉。嗯，吃到家己做的汉堡，小朋友大家是拢讲特别好吃，嘛，让因过了一个真快乐的一天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。